钢铁人、蜘蛛人，超帅，200公分那么高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一只只要卖，不用5万块，就让你带回家。天黑了，水电大哥他说张富小还没空，借了我这两个超重的，他说我自己用雷神索尔的锤子。我就靠这一只脚把200公斤的钢铁人搬出来。好快了！哇，一体成型的，高度 OK。第二个站板，它的站座，然后一个男生搬得起来。钢铁人的本体哦，你看一下，搬单子。哦，客人来就可以了。买完珠宝以后。买完劳力士以后，你们就可以来跟钢铁人合照一下。这角度，它细腻度是真的不一样。它的话，你摸起来很粗糙，它是很光滑的，很舒服的这样。哎，干，这个比电影院的还屌，有没有？感觉比那种电影院的还真哎。这台马克50是新款的，对。不，开箱完毕，要买的再跟我们讲喽，拜拜。Let's go, let's go.